Hello。早上好。那咱把东西放一边，放那边。完了，我们表演这几首歌我不会弹了。我们的那个 program 忘记怎么弹了，就怎么弄呢？就伴奏的话，一会儿去市场都试一下吧，好吧？我没有设置，啊，嗓子好哑呀。你带电脑了吗？都带了，我把东西全带过去。哦，一会儿去市场试一下吧，应该是有时间的，主要是每次有这种演出的时候特别兴奋，就是每一次这一个周期一圈刚开始的第一天都这样，都特别兴奋，然后第二天就真的。昨天去一圈少了，感冒了，说。啊，没到，大概行李箱里了。对，我打算去云南。然后语文舞台上交给他们，你把资料拿出来吧。他这有一个。小学六年级，可能就是有多动症吧。升学的木吉他，学的电子，因为觉得很酷，学的可早了，3岁半就接触，机缘巧合。讨论，其实我们主要是讨论，对，相对和平，就是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事情，都是围绕着这个音乐。吵到谁赢就是谁对嘛，就是，只要是说的是有理的，就是 OK 的。就我们互相会提出解决方案，然后听一下谁的解决方案比较好，就采用谁的。模糊，我们再慢慢找到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方向。能用我们的技术烘托住廖俊涛的歌词来表达，能让人感动的。午睡吧，第一个是午睡吧，质感吧。喜欢我们的歌的人可能就是需要安慰，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感受，然后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成为你们的一种寄托吧。其实我觉得 Livehouse 和音乐节他们是有些区别的，他们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和直接反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我个人的话演更喜欢演 Livehouse， 因为和观众比较近，但是音乐节的话赚钱赚得多一点，也希望多接点音乐节。我也是想演音乐节的，希望有 Livehouse 观众的热情，然后有音乐节的舞台。我们这次第一次没有放伴奏，就纯乐器在上面。对，不知道到底出来效果怎么样，到底是听上是什么样的感受。小场小就这样吧。谢谢辛苦了辛苦了。好，谢谢。
哎呀，太丑了今天。那你自己那怎么办？那能洗掉吗？看你的命。